大家好，我是何嫂，媳妇阿孙，我是老婆云，这个是爸爸。大家好，我是何草大叔，我现在正在东南亚老挝老丈人家，这个是我的老丈人，他是，祖上是云南的，看一下，高鼻梁，爸爸打个招呼呢。你好，婆婆。喵，你好，我们现在要带老丈人去买中国的太阳能灯，还有，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我。给前老丈人家建的厕所，地板啥都铺好了，就是插一个热水器。现在我们带他去买一个热水器，然后也是买2个太阳能灯回来装一下。我们中国的太阳能灯，这个是我，也是我出钱原建的厨房，现在已经完工了。走吧，爸爸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吧？我说。你说去买那个灯回来放，不用电，不用电了，知道吧？啊？我是说发言，没发言东西，不是说发言了，不用电，不用电了，还有买那个热水器。宿舍的，他们宿管嘛，他不懂。他不懂。可他们教，注意点注意。他说他不懂是吧？他不懂，想问他。我们去那个我们的邵东老乡那里，等一下，叫邵东老乡，告诉他要怎么装，然后装热水器，是吧？爸爸妈妈就是从来没有用过热水器，是吧？没有，家里从来没有用过热水器，是吧？对你呀，问一下爸不会爸，用。装这个热水器了，可以天冷了洗澡可以用热水器洗澡，你问他开心吗？เพราะว่านี่เจอแหละพอเอาเสื้ออันอ้างน้ำเหอะนี่เจอแล้วนี่จ้ะ走吧，走吧，走吧，我们带爸爸出去。然后也是给我们的老丈人开车，给他开我们的印度发卡拉牛，走了。然后也是带我堂弟，还有我们的926大哥去。那个是，拿这个去卖哦，这个不值钱，这个不是金的，拿这个去干嘛？假的，他说没有钱，他送给人家呢，送给人家干嘛？送的不是我的。哎，二妹，这个织布机放去哪里了？哦，放去那里。二妹，打个招呼。你好，我是老婆二妹子。二妹干嘛没有精神了？这2天说。因为我们926大哥的车也是没有电了，现在放在汽修那里给人家充电，现在也是顺便去开一下他的车回来。这个翻新胎啊，1500换的翻新胎，棉新胎。哦，你看，你拖呀，呀，这个胎被这个胎害惨了，知道吧？走了，走了，走了，你坐前面走。要，哎，红娘，带了，我跟他吃过。给老丈人多开开我们的这个印度车嘛，到时候可以带我们的丈母娘去兜兜风嘛，是吧？出发。我们来到邵东老乡的五金杂货店这里了，他这里有太阳能板卖，我们叫他来。哦，老板娘。老板娘。我老婆老丈人不知道我要干嘛。我们买2个太阳能板，老板娘。太阳能板要这种大的还是要小一点的？要大的，最大的。要2个。要2个。你要教他怎么装啊？他都不知道我要干嘛，这个麻烦了、啊。因为我不会说老挝话。
怕。那叫爸爸过来，叫爸爸过来。我妈呢？没来，妈他嘛，为了跑家设计社用了，你派呢？你告诉爸爸，这个装了不用电了，知道吧？放在外面。阿门啊，你阿门。后面，阿你发发给显示完。ไฟอะไรที่เดี๋ยวมันหุงอีห้องน้ำนี่อันนี้มันบูเซอร์ไฟนี่มันทักหุงเองนี่โอ้ถ้าพูดถูกผมไปก็干嘛我老婆这个翻译又翻译不清楚他以为是要那个放在厕所洗澡那个热水器热水器哦热水器你这里有吗没有没有等一下我们去另外一地方买吧他调时间然后是自动量是吧对对你要告诉他一下等一下我们不在这里了他那样就可以关掉我跟他拨他拨多尼是不？嗯，拨多尼的，多尼个多尼，按那面闭，按那面拨。你按下那个的。是吧？看你们去红那了，你现在看。因为中，你好闭。这个中国的东西太先进了，他们不知道咋用啊，没办法。你几年没回中国了？我回去我都不习惯了，太先进了。太先进了，这个。差太多了知道吧这个跟这边是吧我慢点接着慢一点是红纳吗是红纳吗它不是中国都淘汰了中国的空气能啊空气能空气能当哦太阳能风力风力风力啊风力没有啊这个现在我们那个楼顶都铺完这个太阳板啊楼顶都铺完了哦我们那边也铺啊很多楼顶都铺啊他不是说去推广吗然后是给6块钱一个平方对给你租金租你楼顶6块钱一个平方我觉得还是不划算我干嘛要他要签25年对呀、啊、我干嘛要给你装对我自己装不可以吗那就是嘛我想怎样都可以啊是不是我在那个房子空着在那里 也有人说我说我不装。这个60万一个是吧对。60万一个现在这个老挝币又贬值了哦。老挝币不是钱呢哎呦每天都贬值每天都贬值这个老挝币。60万一个两个就是120万了。我们的太阳能灯买好了现在去买热水器。刚刚听老板娘说这里好像都没有热水器卖这个县城。去逛一下看有没有。车放在这里了吗啊去问一下有没有热水器卖。他说这个县城可能都没有热水器卖要在外面发货过来。因为销量太低了这个太热了人家都不装热水器一个县城都没有热水器卖啊。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看一下这个太阳嘛。太阳嘛。也是来我们的邵东老乡这里。对面这个手机店也是邵东老乡的然后这边也是他的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如果这里没有的话好像就是没有了在这里卖冰箱还有摩托车风扇啊啥的对面是卖手机没有人在吗你叫一下好像都没有看到热水器哦。兄弟啊有没有热水器卖啊没有。哇这里热水器都买不到哦。老婆谁卖热水器啊老婆没人卖热水器。人家都洗冷水了卖什么哦。想给老丈人装个热水器因为晚上挺冷的有时候。没有热水器吗热水器用不着了。万向要叫万向发货过来了看来。下面那些越南人那些店那里有卖吗
楼用不到，人家都不卖的。都不卖的。是卖，看谁卖。买回来自己放啊。那先不买了，说再想装的时候再网上买一个发过来吧，没办法，没有卖。主要是我娘家人都没有用过热水器，知道吧？想给他装一个热水器体验一下。用不上，用不上哦。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们在网上买一个了，说。啊，你在网上买一个，在万象那里买了放过来。我们96大哥的电瓶也是坏了，现在过来充一下电，然后也是要换新电瓶了。你叫他帮我买个新的回来哦。他买了没有？上好了没？上了。明天到是吧？嗯，明天晚上六点。现在他开摩托车去帮换，把这个电瓶装回去。走吧。我堂弟还有926大哥是喊他来住这个酒店的，这个酒店还可以，空调房八啊八。48人民币是吧？48人民币一晚，空调房，这里的房间还是可以的。弟啊，我们开门进去看一下这个房间。老币是13万。12万。12万。老币是12万。涨价了。现在的汇率都用不到48块钱了。这样嘞，啊，热水器，那这个是卫生间，现在的汇率都用不到48块钱了，45块钱都用不到，看一下，啊，风扇也有，然后也是有空调的，哎，空调在这里。42块，这样的房间，45块钱都不到，一天。可以了，过来关一下门了。现在给我们926大哥的车换一下这个电瓶，先。先换这个旧的，明天再买一个新的回来。新电瓶好像是180万是吗？180万啊？180万？180万，就是差不多700块钱一个电瓶。这里开这种电子版的这个车不好用哦。不好用，电子版是吧？是啊，一出一点问题的你就麻烦了是吧？有一些他都不会修，知道吧？他们都不会修，买的，啊，这很多哎，厉害哦，机械的是吧？要买那种机械版的。收费便宜哦，5万老币，20块钱。咁啲肥你加得咩？咁啲油啊，你有加？咁多嗰啲啊，啲油嗰啲油啊，烧得好快啊！我跟你讲真啊，啊啲油烧得快系嘛？嗯，啊啲油冇好啊。几多嚟啊？又贵系嘛？啊啲油又贵，贵好多啊！快嚟齐咗啲油啊！啱啱我台车做咩烧得掹三百公里？你谂谂咯。系。掹得冇得？走啦！包上车啦！走啦走啦！你叫他明天电瓶回来了打电话给你过来就可以了哦。卡仔了兄弟。回家装太阳能灯去。带头啊。装太阳能灯。
叫弟弟回来装啊，孙，叫他嘛。外面写就得啊，要装一只翻来啲。靓。都要停电啊，咁炒菜乜嘢得啊？食饭啊。那装一个在厨房这里啊。你看你啊，兄弟，装一个在厨房这里，然后装一个在这里，装一个在外面这里，是吧？装一个在外面这里就可以了。装一个在外面这里，照亮外面的地堂，然后装一个在厨房这里就可以了。来，弟弟学啊，教弟弟怎么装。我们的太阳能灯终于装好了。装在这个位置是吧，可以照到三面，因为这里是厕所，没电的时候用这个太阳能灯也是可以上厕所没问题，是吧？还有在这里煮饭了也是可以照到这里，还有这个厨房这里吃饭了，这里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还装了一个在外面这里，这个是用来照亮外面的地堂的，所以装两个太阳能灯基本上是解决了，可以解决没电的烦恼了。我们看一下太阳能板它是放在哪里的，太阳能板放在那里，看到没有？我们这个太阳能灯买的是200瓦的最亮的了。好了，今天的视频也是先录制到这里了，感谢各位老乡朋友的关注，谢谢大家，谢谢。